如花似玉，这是一句形容语，也就是在赞美一个女人很美丽。也不过，阮内面有一个男人叫做陈胜在，很卑鄙，每天花天酒地，还说重情重义，实在会让人笑死。这个人每天不是搞轰趴、搞派对，就是马杀鸡，不是三批。就是四批，这个烂东西，又是个烂 LP。这若是恁翁，你敢要滴？若是阮翁，我早嘛甲伊离，离予伊无某通过呢？怎样，陈胜在？我气死你！出城四大风流才子出场喽！到家，出来坐，到家。奇怪，府城大路拢全查甫囡仔，哪会无半个查某的？走去对啊！大，这所有查甫囡仔吼，一定是拢看到咱来啊！赶紧处理，西装甲打扮啦！有你，六，一定是大你，一出台魅力无法挡，遐所有的娇女煞着走甲无半个。漂亮，大。今日虎侠容貌相中，无人甲你会比的。你安尼年头娶一个，二一个，年尾娶一个，又搁二一个，容貌总共十几个，真正是敢若咧挂福彩。我咧靠背啊，讲到这贪杯要死啊！讲到娶某，我甘拜下风。老四的，你娶四个；老三的，呀，娶三个；老二的，两个，两个半。啊，哪有半个？煞唔知影，你隔壁卖槟榔个过叉猪是你的点心？啊，这你来带，无你会逐栋来。哎呀！我够过分。哎，靠气一下无？办证书要紧。One two three four， 哎，找阮咪呀，找阮咪，找阮咪呀，找阮咪，找阮咪。段经理啊，我老公，你敢不是讲要做我一个好姻缘？这个船哪会断去啊？我即摆要来跋杯，你就要做我一个有杯，知无？啊，笑杯，吼，我敢给你一再机会。我甲你警告，我无爱跋杯，我要抽他签。我若搁抽无，你就甲我压制嘞。谢你了嘛！你看，难抢的手段，
拢断一半呢，爬的爬拢是笑皮，笑签拢笑袂起来，到到我姐姐人拢过袂出车子，啊，要安怎啊？别，安怎我囝？你放心啦，你这么水，哪有可能嫁不出去？别烦恼吼，嘿，我来去问庙祝，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大人，庙祝，恁大天爷讲真奇怪，是安那我的查某囝来这抽手线，那卡抽就是拢这么短。哦，这一定是囡仔来庙来耍，甲变东西。好啦，就算讲是囡仔变算也好，也毋过总袂用讲连签都抽袂到，这你要怎解释？大人，请你放心，两千金姻缘未到，爱靠缘分，所以抽无签。是要怎靠缘分？自古以来，富户家的招亲，拢是以比武、抛绣球招亲。咱府城文风鼎盛。地灵人杰，加上大人你啊，家风地位清高，我想抛绣球招亲较适当。对，你讲安尼有道理，真好，我会赶紧为我的查某囝办一个抛绣球招亲。还阁唔出来？元老，哎呦，元老，你来拍我头啦！你拄只变古变怪，你想看卖？拄只迄个查某吼，失踪一礼拜啦，叫有相，有超过三工，早晚就要离的，规气害老爸亲，免受苦。你这个煞仙，莫怪你修行千年，也一个修未大。咱看人，未使干呐看表面。你敢知影？何如花？伊是十世的善人，心地非常善良，所以一世人较会当予这个总兵大人做千金。既然伊是十世人来转世，那会上千上十年嘛无一面。奇怪，真奇怪。安怎奇怪？在我的姻缘簿内底，明明何如花伫二十七岁就有婚配，但是却无伊红婿的名。吼、哦，你插吧。最近凡间男配人愈配愈英勇失和，乾坤大乱，就地吼要找伊算账，叫伊去划界啊！即马要出几条？我看你啊划界划真久哦。英勇失和乃是人伦不齐，道德沦陷。我现在要甲圣母娘娘去向玉帝建教，替何如花来祈求一个美满姻缘。你嘛得爱认真去修炼。我知啦，你进去。讲我修行千年嘛修袂大合，那呢，我就来寒江学习，看即马寒江人到底想啥物。重情重义重福利呀！哎呦，爱做爱查某，我找福利呀，找福利呀，找福利，我找福利！对呀，淡薄爱分，我就可怜呢。哎呦，啊，真正穿啊破破烂烂，真正可怜啦！可怜，可怜啊！哎呀，可怜，真正是可怜。头毛那长水，巴肚那水贵，胸坎白塌塌。敢若明年放荡在蚵仔煎呢？像这身材，搁食到三十岁，都无法度当大人啊！我叫我家己，牵去分买两块碗粿，若看到车尾紧过，较袂吓大只，毋知。我是家己分的，毋是叫我搞鉴定的。喂，鉴定是为你好，知毋知？讲这个讲是我爱讲啊，哈！但是你是白讲的。这个火是无救啊！我过盛开，买一个西桶，滴落去，我这个下死下贱啊！蚵仔煎，哎呦！哇，可恶的淡水哦！我找一个上歹配合你。有啊，
迄个惊死人的葫芦花，赞！葫芦花，简单使用。单使用，我找一个熊麦甲你拍死干。敢叫我蚵仔煎，我就乎你规身躯拢生生。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在下何土，今仔日真欢喜，为着我高查某囝何如花，举办这场抛绣球招亲大会，希望会当天时良缘，为我查某囝找到一个如意郎君，也当了解老夫一个心愿。哇，哪会这么厚话啊？就是啊，阿伟在搞拖白，唔得跟他紧嘞，紧嘞啦！现在。我要请我的查某囝出来抛绣球，如花出来。啊！大呀大呀！你看，迄、那个抛绣球的查某囝来生得真水啦！哎，那查某囝来得这么水啊，小姐不是应该冻袂掉啊？快来偷情鬼！把七人靠起一个，了了行就好。我嘞！掌声鼓励！掌声鼓励！这是天理。阿伟，哎呦，再拿去，再拿去，啊！快点，快点！嗯，看得上，看得上。黑仔，我跟你讲事，没带绣球啊！小心点！好我最暗嘛！带你去完婚拜堂，先去洞房。我去，我去。
我唔是水，我是你的某。咱站的情亲啊，你甲我，我嘛有一夜情啊呢。我甲你做伙滚。嘿啊！哇！嘿，我哪个混混去？那呢，第二把。哪个？我等你哦。喂，你这酒肉兄弟啊，无血无目屎的白斩啊！虽然我手手球较凶淡薄啊，但是我运气强薄入面，你来无来救我？哪会无？你看，哇，你来变成独眼龙。管咱咧冒着性命的危险，利用你洞房花烛的迄个时机，我要入去甲你救。哪会知啊？你这好好爸母遐尼厉害，管咱冒一个哦，甲你做告白。你看，佫加一个恶念。大，我嘛同款啦。大，我佫较凄惨。哇！嘿，你个熊猫话哦！哎呦，大个啊！把你拽嘞哦，根本都不是查某，是妖怪呢！妖怪，安尼我要安怎？安尼我要安怎？要安怎？嗯，大个，昨暗洞房花烛啊，你已经死死昏昏去啊，你嘛无可能下管，免负责任啦！哪会无？啊？你敢知影？安怎？迄个歹查某利用我运气，嘿，竟然安怎？竟然安怎？把我给强暴了！好恐怖！哈哈哈哈哈哈！我无想要活落去啊啦，我的用笑半裤底啦！嘿嘿，大个，你是咧哭啥啦？嘿，较简单，甲过去的狗的同款，甲写字言书，甲修掉，修掉。老爷，夫人伫内底等你转来啦。什么夫人？自今仔起，伊就是我的前妻，我要离婚。昨晚被传好势未？早都甲你传好势啊，这老规矩的。内行的。里面的上歹上歹查某，给我死出来！卖某的就是在骗我。规个电视台倒一个比较歹，不是你今日无叫什么人啊？将军，你将娘嫁出来，有何烦恼？你等下，你看，这张就是离言书，我要跟你离婚，死出去！什么啊？来，这包是你的包啊，这包是你的遣散费，你的嫁妆明仔载我用牛车把你载回去，紧给我死出去！相公，做某的谈情处事，我拢有遵守呢，你哪会当将我休呢？就你大头啦！三从四从，你敢讲？三从，在家丈夫，出嫁丈夫，我即摆要改离掉。你无答应，就是无情。啊，若输掉咧，你已经嫁过门，你甲我朋友整个乌青面证，无情、无情又无情，无趣味代志。这不是理由，我要听自在话。自在话？嗯，我就讲自在话给你听。嗯，你这个废物啊，安鸟话啊，人看人惊，鬼看鬼惊啊！哎呦，
迄金花、盆花、花花、倒花，啥物你看到跳过花，我毋是要个放个看到你行到皮皮穿，我拢放袂出来啊！你想看卖，你无听人在讲啊？啊，查眉佫三明歹势，透早起来讲查眉歹势，我讲你听哦、喔，就今仔起，你甲我试出去，你计低计高都免向我报道，试出去，敢无我无的？我无爱呐，无爱，试出去。我无爱啦！嗯，出去！我无爱啦！哎呦，我怎么打我？你干嘛？你干嘛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关门！你个三八查某啊！我真正抓狂哦哈！我怕无在乎呢，要出唔出来？我就要怕你死哦！我唔。没打过。老鼻腔会啊！我警告你，你若无离开下一个老鼻腔会，就是你。我唔走。恁爸，恁爸甲你拼啊！你。你敢搁搞我后腿无？唔敢。你还有招只？大哥，等你条件啦。你后摆，你会怎样？咱交予我知无？那才是。搞你！还阁有啥啦？后摆你阁敢甲我揩查某，你做嘛就好好你死！哎呀！救人啊！完了！你大河林头你知无？玉帝明武为何如花，找一个如意郎君，要予伊有一个美满姻缘，万年富贵。今仔日你自意来配合，每日花天酒地、每年高窟的陈树玉，你该当何罪？错已经造成啊，我即摆是要安怎？玉帝已经下旨，要就你拍落凡间，明日一冬来，爱替如花找到真情，将功补罪。啊，若无，就爱甲你免去仙职，重入轮回。这样较简单。只要用法术改变一个美女，安尼就用得啦。袂用得，袂用得。你若拍到凡间，你就会失去法力。我予你一句忠言，你若是要找到真情，就爱记一句话：爱乡、爱土、爱查某。祝你早日成功。爱乡、爱土、爱查某，这是在讲啥？唉。这根本就风流话嘛！其实吼，这嘛无啥。也毋过，反正伊呾是安怎无公平啊？哎、欸，这是啥物所在啊？这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新顶菜店啊！菜店，我来毋着所在，我先走。等，我拄好碰见一个阿英啊，拄好掠你来补。嗯。惨啊啦，我的法术拢无啊！在比啥？我看无，在比，又在比。就因为线啊乱牵姻缘线，将如花甲树玉的这红线甲拍死个，造成了这段孽缘。线仙啊为着呢，才沦落伫查某间，凄惨落去。要唔过树玉啊，是足爱花天酒地，哪有可能对如花用情？自从两个分手以后，伊每一天啊，拢少想要出去外口风骚找查某。一个放菜哩，你还搁拍
外面的查某甲一只蚊吃了吼。我唔爱讲，你会甲我拍。你讲。你会拍我？袂。好，我就讲互你听。人是咧娶某，我是咧娶好，拍甲咱拍囝，一支三顿拍，半暝去拍，暂时我挡会牢啊。来到外口遐妹妹，阮林顺从又搁生来，啊，我当作皇帝同款，又遐注意，啊无敢骂杀子，当然嘛较好。骂杀子，我做比因搁较好嘞。有在不？在。皇帝子，子，有人，有人哦。爸爸，啊，姐夫，有错吗？假装，这是精油按摩，这我个进口的，这是要送给澳洲妞妞的，我阿姐开真多钱，要给我用呢。哎，物件真正好。啊！那阮某都无啥好啊，这样子就好。外国查某你哪会用呢？我拢嘛有一个用，啊，伫个我拢嘛伫啊。你看我有水无？哇！你比上外国啊？你看，好有弹性啊！我有撇步啦！撇步？你敢讲撇步啊？就是你的撇步，共人家七龙八背啊！撇步，你共人家无三四无哈！这边哦，无同款啦，安那无同款。你看嘛，这什么东东？这咯，武林的洞门变形，七步变山。嗯，现代人你讲讲，伊利门啦。哦。查某囡仔食到到底吼，输在你。你若歹查某囡仔吼，两暝两日吼，伊都困袂醒哟。啊，这是社会败类，武林的失落，得用上个下流下流的物件。你只要看要中啥，我唔敢看，我唔敢看。老爷，我是为着你吼，专工去甲朋友安尼硬瞧才瞧来呢。什么？你呀、啊，我堂堂秀才，第一人士，你竟然，哪会无加买几支啊？良宵非君子，无德不丈夫。长官，哟，加强药量，上午去到中秋节。是。壮壮，你这痛啥？肺壁哪会白白？我伫食药啊。食什么药啊？食伊下面。我爱困啦。小壮壮，小壮壮，嘿。这什么爱吞药啊？遐尔啊有效？哼，我无爱插你啊！我要来听两个。啊，真难看！老汤的什么好消息？你都来两头，我来两头。男的
术大谱，女人快离开。苏大埔查某的，赶紧查！你看，你看，我想这包有赞无？四大财主变成四大妖姬，哎呦，敢那看到鬼嘞！好恶心哦，好恶心哦，好恶心个景象哦！我嘞，万度水墨，哎，最无敌！寄回来啦，讲伊着大病啦，恁翁仔某吼有时间紧转一转啦。啊，这大病啊，咱怎去转去看伊？啊，对，哦，恁老爸破病大代志，恁紧来看伊吼。无啦，我是讲，咱做伙转来看伊。阿姐，你怎做？小看一个风寒那里扫啊！阿弟啊！最近山顶迄阵山贼又搁在作乱，皇上搁要派我去平乱。我看我这声来去，是有命通去，无命通转来。现在，假使我若是有三长两短。你得来好好照顾我的孤查某囝如花，哈！安啦，伊是做真安全，恁照顾啦，做你放心去死无要紧啦。无啦，我是讲叫凯旋回归啦。好，如花，恁拄只成婚尔，翁仔某心寒劳心地讲，莫安尼搭嘴讲，要不我来去叫下骹手人传案等。做伙食饭，好，天天食饭，食饭，食饭。阿姐啊，努力不好，卡出我那一十杯，就会当代替你去。只可惜，我是一个小弟弟，咱只会找无恁呐。那也袂使去啦。你要看故事是不是啊？古早花木兰代父从军，你看啊，你这个名字有创意，人绝对袂该当作查某囡啊。只要你这样，恁老爸这条功劳，你万古流芳。有你，我怎就安尼做？这个办法真好。你我脾气介好。你若去用台戏上好，
恁老爸若中风是死好，我若搁娶细伊真好，三好过一好，恁爸仔囝死好。如花自然的大夫将军，燕人事业啊是足欢喜。时间若到，就赶紧叫因某如花去山顶拍山菜，不管因某会死到活。规工踮菜店内面是醉天天。大爷啊，恭喜你娶到这个某，这呢水呢。对对对，啊对啦，是讲大爷啊，啊你即马娶这个桃花，嘿。到时阵，迄只大象如花啦，当下你是要安怎？对对对，爱讲笑，男主人大丈夫，我敢是惊某人是毋是啊？我甲恁讲，迄礼拜查某一定叫土匪杀死啊，死在我头山。哈哈哈哈哈哈！介绍啦，我是陈素娇的某。你是陈素娇的某，那呢？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我咪哪会知影？啊，你唔着爱去问伊。生气，你讲袂严谨，我袂生气。你袂丢地，你若袂丢地，我就甲你讲，伊是我真大的某。你果然不是袂来生气哦。我袂生气，只毋过袂。你敢拍我？啊，拍你是安怎样嘛？那你这个查某就是欠人拍啦。那亲像你这款了，迄毛小提镜照看麦啊嘞。你若这款面哦，迄鬼看到会惊啦，迄看到会腐烂啦，还无为你把骨髓无看光。迄若准准是我，我早就跳来死啊啦。啊，那亲像你这款哦，体格那个阿妹头痛俩，啊一个皮肤敢那可以皮嘞啦。迄是阮叔公吼，都惊你怕啦，伊今仔日才无在你面条啦。那哦，唔是惊你怕，做阮叔公啊，都在你离开海口去吃番薯啊啦，你有公平见笑。我唔惊你啊，唔惊你害我啊！从今起，我要甲伊住做伙，死嘛要死做伙。我若要做东庙鸳鸯，甘要死做你？讲嘞，哪去？客气，这是你的离婚书，主要今仔两个缠无到，最无老在不在？你要计低计高，不必向我报告。死出去！来打我！出去！真
叫冷冷气魄。当然了，家花哪有野花香，鲁花哪有桃花的赞。阿爹已经下令落去啊！什么人若肯抓你，阿爹该升官连升三级，甚至爱阿爹这个官位，阿爹也要给伊啦。姐姐，卖个口号，连好大令，好大令，卖个好大令，大事唔好啊！什么大事？朝廷已经知影你卖官嫁查某囝，皇上真生气啊！哦，什么人这么狡猾，这紧就传到朝廷去？如花走了，苏玉是足欢喜，遐是规工饮啊，啊醉规工。遐桃花不但无反对，佫颠倒讲叫伊爱出去外口找查某，风流才会。世间哪有这款的无？这其中必有缘。大个啊，你是有够好命嘞，娶这官某这尼啊赞。吼、哦，予你这么自由，吼、哦，你吼、哦，啥点点火都无得找哦。你自由上要紧啊！漂亮，哎，不是恁大个臭大个，我娶无师傅，也是嫁无师傅。我教你，无惊无惊，某就敢若惊，某会使疼，袂使生气，生气会爬上天。对，大个。我若无甲你讲，你就唔知影。迄个如花因老爸吼，为着要甲如花嫁出去吼，是吼不惜用伊官职要嫁人换呢。结果嘛是嫁袂出来，迄是偌凄惨，你敢知影？你嘛伫咧哭了鬼啊！你无看大这呢幸福，你讲这是要创啥啊？卖讲卖讲，咱先卖讲这啦。对，小等哦，你要带咱去倒位耍摊啊？大，你是安那？哎哎，一杯哎。我昨日要卖一杯，哪会忙啊？哎呦，安怎可能？这手计先，计先快快哦，啊，安尼，你这来快快哦，快快哦，没啊，哎呦，快啊，哎呦，快点，能能卡啦，快快快，他不要你们了，啊，那已经足了，快，快，哦，哎，要紧无？快，哎呦。那还得当啊！哎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呦，头壳来只疼。发生什么代志啊？唔知呢。哎呦，阿叔好困。哎，你困了，困了，姐。哎，你讲，哎呦，阿叔，阿叔，你哪晚来困了，姐？阿叔，太好困了。阿叔，起来，阿叔，哎呦，起来，你是安怎啦？是安怎啦？如花把我弄掠去呀？啊，是要安怎？你进来去，对哦，行，都是要死啦，别个家，杀俺爸，有人哦，啊，心肝呀，我来你休一吹哦，你要玩新的代，我会使配合你啊，自早甲我讲啊，害我行一个苦场要闯去啊，哎。你当作我是咧甲你滚生笑的是？我今仔日哦，专着就是要爱你的命啦！你咧起笑？我，哎呦，你跋真个咧？你啥要刣我？我啥人要刣你？你袂清楚是？我紧啦！啊，你竟然就要死啊！我都讲予你了解，啥物人唔知呀？你哦是创一个立一个，啊，你拢无去探听，那我桃花吼？是嫁一个，退一个啦！啊，无提前照看麦啊！那你这款面呢，你还敢想要娶我？
今仔日我的家里吼，山顶拢也是为着恁家的财产，安尼来死了后，恁家这些财产啊，就变我的呀。哎呦，你这查某心肝吃毒啊！原来你不是爱我，爱阮家的财产呐？你敢害我？你唔惊国外甲你制裁呀？哈！哎呦，国外制裁哦，我是足惊的啦。也唔过哦，国外制裁的人唔是我，是恁某如花啦。心嘛唔知影讲如花在你绑票，啊你即摆来是死，人一定会讲是如花在你害死的。我搁讲予你较清楚嘞啦，那我嘛已经约如花来啊。国外制裁的人哦，如花爱死，你嘛爱死嘞。元老啊，我叫你这晚，拢总哦，我娶四个某，一四个某，规工干那拍麻将尔。跋筊若是跋输哦，都来给我讨钱啦。啊，若是跋赢吼，小费还了我，搁叫我去捧茶，改扫涂骹啦。我一个一家之主，哪会做到这么无价值？我若敢甲生气哦，一四个都去给我跳槽，要跟我讲我要化自杀啦。我想到这么悲惨，这么悲哀啦。元老啊，你得给我报三工，拜托你啦。我上眼全我的心，面上搁带乌泪，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已经三天无睏啦，因为我厝里有一只虎猫，我搁只擦白，一工到尾我用加落者，害我咧有厝无咧人住，我只好找阮大的师娘，一工到去花天酒地，求元老拜托你安排，让我有厝通住去，拜托拜托。我唔是别人啦，我叫做公鸡啊，唔是公鸡哦。讲到我公鸡啊，娶三个某啦，这三个某讲外关，迄条外关的，我叫王大唔敢往西，我叫欠敢我坐咧啦。啊，因为我吼风流才子，敢在学风流。阮某若要招我做三桂，我拢甲伊提示过去找别人。结果，阮某真正甲我走去偷听听。哎呦，元老公公拜托的，有你红丝线吼，甲我三宝甲伊收倒转来啦，拜托拜托的。元老，元老，我是错身的。怎么啦？如果已经让苏瑶休掉，而且我搁查到迄套话是通知我专门通趁钱的啦。我无简单，对生意差点走出来。元老，你已经甲我斗三工啦，若万苏瑶死，如花就艰苦，我的罪就大条啦。你已经甲我斗三工啦，元老。好歹。人把你抓回去，是你别跟我抓，我都已经救啊，我都休息了。这里啊，这里啊，你叫我安排出来。哎，对了，给我安排去啦，你有什么话，你叫他怎么才讲得好啦。你这个坏查某啊！恁人都无爱你啊，在你里面啊！你搁为着伊要来救伊啊？好啊，会用你啊！你要叫我放恁翁离婚哦？我你哪爱我放恁翁？这杯酒你啉无？嘿嘿，啊你莫咧三八来，哈我嘛知影杯是毒药酒啊，你哪会啉啊？这杯酒你哪唔啉？我就将你弄开始。好，我哩。哎，我到底跟你落去啊？我前天咯，你哪唔将俺放出去？讲实在啦，你哪唔忍哦，我嘛无你的办法。既然你肯忍落去啊，
我今天都较袂惊你。我即摆给你一摆机会，你这个刀啊，拿来等人都是，就给你加油。好，怕太好你拖。你好，既然你阿母感情遐尔好，我都予你阿母当作去。司令，司令，司令，出门到你面前这歹查某，你敢无阿太这个？你是人歹，但是你心肝歹，你比歹百外倍哩。是，伊敢逼如花吃毒药，伊是凶手。你个笨蛋哥，来呀，给阿瑞，来，走，走。淑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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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个不能死？你哪个不能死啊？你今天准备替我做几多嘞？你咪唔怕，我家己我嘛唔知影，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你的。你若无嫁我，你若来钱惨落魄啊！你若无嫁我，你奈无奈无是变个安尼，是我害你的。这拢是我用唔对，那不是我厝内底有问题。我阁没时间干，找大兄出去花天酒地。我嘛唔对啦，我这是大错特错。不是啊，那不是唔对，那是我乱干。你拢未是，是我害你啊！什么人害什么人？那已经无重要。主流，我敢会当继续做你的某？你莫将我休离好无？囡仔，我乃感觉你休离啊！一世人我娶你娶你啊！我不但一世人娶你，后世人我决定不娶你，我要嫁你，好不？啊，不过后世人我若像你这两摆，你敢会爱我？无论你变安怎，我会永远爱你。我不知道，谁爱我？我真正爱是什么人？如果你稍等我，后世人，我决定来生，生爱。我完做什么不要紧，我求你，别让人来死好不好？我求你，我求你，我求你。双仙，我命你下凡求真情，你有找到无？伊不是真心相爱，伊不过伊已经死了。小神元老负责人间姻缘匹配，若是要救因两个人，小神无能为力。元老善仙，参见马总领。先生拍鼓有失策，善仙意在会我。如花似玉，情缘已定，真情已得，善仙可以重得仙班。马总领，我叫你救伊两人，我外做甚嘛袂要紧，我叫你。
在天边了，在地恋日期，如花似玉，两人红线，比你拍成世界，只有两人真心相爱，因的生命也会连成一线。本来因两个就应该烦恼，你唔免烦恼。多谢妈祖娘娘，多谢妈祖娘娘。内珠呢？啊，姐姐去。真好，真好，头壳像爸爸，讲话硬哦像妈妈，遗传。阿爹跟你讲，后边段绝对袂使风流，袂使开查某，知唔知？知。啊，就是开查某也袂使，唔知知唔知？我嘛知。大哥，你咧讲啥物代志啊？阿母，阿爹讲哦，开查某。我是讲袂使开查某，对不对？啊，对啦对啦，啊，去读册啦，哈哈哈哈哈哈！阿公，安那啦，我要请你吃讲的迄度，哪一度啦？就迄度嘛。迄度听讲好恶心呐！哎呦，人讲要请嘛。好啦好啦，我就讲啦。中情中意中分明，爱香爱土爱茶。爱我家己不？老哥，啊，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呢。什么话哥？自从妈祖救咱了后，你敢有抄食无？无，绝对无。无。无。真正无。嘿。你照怎？照怎我就照怎。嗯，我来偷食，我甘愿。阮家火烧厝。老爷，老爷，老爷，啊，阮家火烧厝啊！紧走，紧走。恁家火烧厝，我走要创啥？我家就是你家。紧走啦，紧啦！我就那有点准啦。各位听众兼外头的好朋友，不知道我们这个喜剧你还喜欢吗？真的笑死人了！我们很感谢陈胜在这个戏这么卖力的演出，还有我们几个笑料的 Q 点也都是他找出来的。搁再一摆，给你谢谢阿仔哥哥，谢谢你哦！不但你莫借我用，啊你骂我用了真爽快哦。老人哈，节目最后要来感谢七七七的赞助单位。首先要感谢，这是咱台南大天后宫，嗯，相当有历史的哦，真的是我们台湾四百年第一个从皇帝殿改成妈祖庙的这个台南大天后宫。也要感谢咱的主任委员是林明宪，这个林主任委员真的为着妈祖的代志非常的打拼。也還有这个朴树朴的詹主任委员，詹副主任委员，这阮老大吼，有好多故事。承蒙你真正是用心啊，甲我斗收集，伫个才搁再一摆甲你多谢。也還有这是咱的常委魏无常，也還有柯梦灿，感谢恁的帮忙。也要感谢吼，这是咱。台南市政府孔庙吼，咱的邱先生，谢谢你的帮忙。搁再要感谢吼，实在还阁真济吼。假使若是讲无唱着恁的名，咱来看字幕。今仔日阿祖有水无？嗯，美美漂漂的呢。当然咯，这是伫咱台南华纳影城婚纱摄影，咱的老板是王金念提供我这个这么好的场地吼，还有个招待非常好。王老板，谢谢你，也要感谢今天的造型设计，这是秀秀小姐为我的打扮。其中跟我听的好朋友，唔通袂记得。虽然那已经过年啊，阿祖伫个家也是甲恁拜一个晚年，但阮既然无少重注吼，伫个新年度特别为你准备的，应该讲是台湾历史大戏，承蒙我们。台南的市政府，也還有咱台南吼，咱的书记大天后宫，这是官方的庙吼，一直为阮收集这个
对明末一直清初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连串演出这个台湾真正的感情历史，请你密切期待。我们下个戏相当好看，相当用心做的戏，不要忘记我们下个礼拜三台湾奇案再见。